本港新冠確診數字再創單日新高，達到34,466宗。過去一日多84個患者離世，加埋滯後數據，一共有124個人死亡，大部分都是長者。政府計劃在3月進行全民檢測。衛生防護中心就話，相信政府會有措施規定市民留在屋企。繼星期日單日確診數突破20,000宗，星期一又再創新高，突破30,000大關。新增34,466宗，其中只有4宗为输入个案，其余都是本地个案。新增87个人死亡，年龄介乎51至100岁，其中67人没打针，20个人接种至少一针疫苗。而有3名较为年轻的死者，包括51岁男人、52岁女人和58岁男人，均为长期病患者。由於數據滯後，19至25號再多37個人離世，年齡介乎37至105歲，其中37歲男死者為院友，同樣是長期病患者，曾經出院但情況反覆，再入院之後離世。再有49間院舍有人染疫，分別有430名院友和62名員工確診。第五波疫情至今有580間院舍爆疫，涉及約2,900名院友和約865名員工。醫管局方面，累計有3,160名員工確診，再有約70名病人確診，約80名同房病人被列為緊密接觸者。政府將會在3月進行全民檢測，衛生防護中心相信政府會有措施規定市民留在屋企。我相信咧喺全民檢測期間咧，都會即係我哋都會係建議，政府一定咧係會建議，甚至係要求咧，即係市民都盡量留喺屋企裏面啦。因為當我哋做檢測嘅時候，如果即係市民都係即係出外活動嘅時候咧，咁變咗一啲陽性個案去發現咗嘅時候咧，可能就走咗出街，咁變咗就令到嗰個全民檢測個成效咧係會大減嘅。另外，醫管局再新增5間指定診所，分別位於灣仔、香港仔、將軍澳、粉嶺和屯門。星期二起將一共有14間指定診所為無症狀或者輕症患者服務。鳳凰衛視記者林嘉敏報導。